以目前台湾的教育来说，我们多了，我去的都是一些教育不够完善的国家，看他们的困难才会感受到自己的丰足。大家好，我是柯淑琴，在新芽班里面我饰演的是清贵师姐。师姐是一个心中充满爱的妈妈，对于这些小孩，其实他们都来自一个比较不是很完整的家庭，我想他们需要的是一份爱吧。在这么富足的社会跟富足的教育体系里面，你真的很难看到你自己有多么的幸福。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看完这部戏，你不需要做什么，你要做的是先把自己照顾好，能够培养那份爱，有了那份爱之后你才可以分享。你准备萌芽了吗？我准备好，你呢？